拉链缝纫法，选择模样 A， 设定密度是1到4，将压布角紧靠压布角左侧车缝，车到拉链头时，提高压布角，将拉链头拉上，然后放下压布角，继续车缝到定位。将针插在布料，提高压布角，将布料转角之后，往回继续车缝。